香港有很多奶粉都經常缺貨，而做父母當然不想餓親小朋友。近日就有人涉嫌利用網上社交平台餓清有奶粉出售，有事主入了錢之後結果就收不到貨，報警求助，而五名的涉案人士亦都於日前被警方拘捕。即刻交給何宏軒報導一下。我是 Alan 何宏軒。一名25歲女子涉嫌透過網上社交平台何稱出售奶粉、奶粉現金券或者奶粉試用裝欺詐金錢，前晚被警方拘捕。案情指案件涉及五名事主，涉及金額約750元。案發於去年10月至今年8月期間，有人透過網上社交平台何稱出售奶粉，要求事主先將款項存入其銀行戶口，但事主之後未能收到貨物，於是報警。